贴着衣服边比齐放在这里，这样可以前后推，这个靠起来，这个推紧一点点，不能说随便放进去，靠紧一点点放到这里，先走两针，走两针了以后这个夹子装上去，走两针，这个位置比齐在这个地方呢，比例要比这个地方只能高不能矮。就这样跟着随着，就衣服带平了可以，不要拉也不要送，跟着走。这里比齐跟着都是随着走就可以了。到这里最后的时候拿开好一点，拿开比齐，这个地方要往这边拉一点，不要这样拉，拉了会拉把嘴。拉直一点，往这边偏一点，它会出来的时候胶材慢点，手带快一点，要不然它会散沙，挂断就可以了。这里就要比齐都可以，这个没比齐吧？还有这些位置都要对好的，要对着。这个边就是很漂亮的边呢，这比齐都可以了。